哎，嗯，啥情况啊？你谁呀、啊？美女，这不305吗？是305，你找谁？我朋友结婚，然后给我订的305，是这屋吧？我也是来参婚，你朋友是？大帅结婚。哦，对，我是他对象的朋友。啊啊啊！来当伴娘来了。啊啊！这那我给你，这是你看他给我订酒店那记录，你看。啊。哦、这啥情况？这搞错了吧？那这样吧，你进屋说。哎，也行。这拿酒瓶吓着你了？没，正常，这小姑娘。哎，要我给门还是开的？要挺尴尬。没事没事，自己人。这。要你给那个新娘打个电话，问她啥情况。行，我也联系一下大帅，看怎么订一块儿去了。哎，这事整这，可不，这整挺尴尬，这结婚也忙，哎。这急呀，这是干啥呢？这没人接啊？没人接。这可能你们太忙了。你要不这样吧，我上楼下前台问问看还有没有房，我去问一下吧，我再看一眼。啊啊，没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美女，麻烦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待了。这事儿整。美女，你睡了吗？没。哦。现在回来了。那个。前台说楼下没房了，下面还有一家结婚的，全订满了。今天，哎，这到年底真是都开始结婚了。可不，咱也不知道。我方便待会儿吧？你坐会儿。啊，你不着急睡觉啊？不着急，正好我这行，挺无聊的。我看看美团，看周围还有别的酒店吗？订了啊。美女。哎啊。你看呱呱吃啊！哎呀，那干啥呢？嗯，我就能喝点瓜子，喝点小酒了。对，出门必须喝点，是咋的？壮胆儿，我一个人出门还怪害怕的。就你来还好一点。哎呀，这咱俩也头回见面，你咋？你不怕我呢？哎，别，不能啊，唠远了有点。你哪儿的，美女？我是今天刚从沈阳过来，坐动车呗。嗯，四五个来小时，差不多。啊、嗯，我这扎啤杯挺有量啊。哎、没有，就小酌。小酌有水吗？我有点渴，怎么？水的话，懂了。那啥吧，我看楼下商店呀、啊。没关门，我先去买两瓶水吧，别一会儿商店再关门。行，嗯，房卡拿着，拿着拿、哦，你还吃啥吗？喝啥？我给你带点。吃就不吃了，喝的话，再来点也行。行，我整两桶面，我饿了，我坐一宿火车，行，没吃饭呢，嗯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，嗯。嗯，我买水去。